主料豆角500克，辅料油盐含米淀粉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豆角摘好洗干净晾干，锅烧热放油，加豆角放入小火煎，豆角煎熟成盘。锅烧热放油，将海米放入，放适量的淀粉水，放适量的生抽，味丁做成汁，酱汁倒入煎好的豆角盘里，五批豆角就做好了。烹饪技巧，豆角洗干净晾干，防止煎的时候溅油，小火煎熟豆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